大家好，我是杨明雪，我是卡拉吉大学孔子学院 BS 二加二第一年的学生。我非常喜欢绘画，所以今天我画了一张图。他是孔子，孔子是一位重要的中国教育家和哲学家，他的原名是孔丘和仲尼。小时候他渴望了解一切，对一切非常感兴趣，尽管他在基督贫困中长大，但家庭没有阻止他的好奇心增长。手中有云雨落影相助，